揪胡子，来，揪一根。这，嗯。号码牌啊，这东西是跳障碍所使用的这个号码牌啊，它这个号码是1到15号，1到15号啊，2个A 2个B 1个C， 总共20个，总共20个啊，这个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啊，看看这质量，基本上也都是扔房顶上啪掉下来摔不坏那个东西啊，摔不烂，这就是俗称那个这种摔不烂啊，这叫号码牌，总共20个啊，1400块钱。2A 2B 1个C， 1到15号，障碍啊，懂的人自然知道是干嘛用的啊。看看这个东西，1到15号啊，2个A 2个B 1个C， 一共20个啊，1400块钱。有需要的啊，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啊。